哥哥呢，叔叔和哥哥，是不是？老师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。老师呢，就是这次也写多新的歌，然后等你们长大的时候，你再回来听，也觉得有些歌呢，可能跟你们一些生活有关系。那要支持老师的歌，好不好？好，哇，你看班长真的是很捧场。等一下班长一定要来跟你合唱一下。要，等一下跟那个老师唱屋顶好不好？他刚刚点歌是双人枕头，双人枕头。好，那老师是不是要先示范一下？好啊，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，小朋友要专心哦，专心啊哈。好，等一下呢，老师点头的时候，这个好像不能套上去。好，对，这个好像我来试试看。等一下老师呢点头的时候，你们就要拍一下你们的玩具，好不好？玩具。好，我试试看哦。举起来看你们的玩具，一看我点头，对，拍这样子，这样拍哈，来一二三，你看我会动哦，点头，我们就一二三四，就一就拍一下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拍两下哦，二三来。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一三，对不对？就可以唱两小星星啦，哈。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好玩啊，好不好玩？那我想说要教大家唱那个圣诞歌，有没有人看得懂国字啊？现在看得懂吗？圣诞歌应该大家都会唱吧，圣诞节快到了哈，那我们等一下会唱， 我先教大家直接唱好了，好不好？会不会唱？来哦，试试看哦，二三一，站在老师这边，快点！还有班长站在老师这边，好不好？好，班长来。好，来，班长，耶！当今天的小老师，小老师。还有一个小男生也来，好。助教。对，小助教哈。助教。好了，刚刚你有乖吗？没有乖，要亲一个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乖？有，那要亲一个吗？好，那我们唱那个圣诞歌再教你们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会唱，看得懂吗？你的乐器呢？来，要帮老师伴奏一下，我帮你拿。好，来喽。怎么这么厉害呢？那其他的同学学会了没有啊？你也会对不对？你要不要一起唱？我们再试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唱一句就好了，一直唱叮叮当叮叮当，铃声多响多响亮，好不好？好，一要敲要敲，好，敲自己的头脑，不可以敲老师啊。厉害，好了，回座位了，可以啊。我不禁的刚刚觉得，怎么有一种诵经的感觉？大家这样子。听不到哦，再一次哦，不然简单了。